队战斗情报。发现敌侦察机，上级命令立即组织转移。收到上级打击命令，为临时发射地展开对目标实施打击。发射！此次高强度的连续攻防演练，模拟了真实战场环境，根据临时阵地实际进行现场部署，让特勤出现更突然，让实战要求更贴切。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增强部队，连续攻防作战本领，不断提高战斗力。